会。那比萨晚安，扔扔晚安，小胖安晚安，赛巴晚安，黑人晚安，雷猫晚安，木沙风铃草晚安。听得到吗？听得到吗？淡路晚安。哦，小胖看晚安。拉近一点。狼里猫乐晚安。哦，Wolf Cat 晚安。黑道破晚安。今天想做 chill 一点的东西，然后9点以后可能会问大家想要听怎么样气氛的东西，然后我试着从大家的需求里面做东西，就问你们想要什么样的氛围，然后我试着去做出来。甘晨晚安，泡泡晚安，老了2岁，你要讲一讲是怎么回事吗？还是我可以讲？好热。朝阳晚安。水野青苔晚安，荣白晚安，比布，你可以讲哦。好，我讲哦。因为帕塔昨天，哎，昨天吧，昨天生日，然后庆生蛋糕上写老了2岁，所以他不小心很越了，多很越了一年哦。前天，对不起，看到 KB 长相，哎，没有看过吗？好吧。那我再把镜头调低一点好了。反正我不是重点。一年生日当2年过，那你明年就，明年应该就可以 pass 这样了。哎，神奇猎晚安。哎，乐山讲台语晚安。老肯台晚安，Hello，嘿，阿 Ken，我还在想今天要做什么。第一次看哦，OK，明年就27，后年就29，没有，你明年就还是27啊，明年就还是25，就停在252年这样子。等下就要去放歌了，哎，对吼。他可以推荐不是？推一下老垦台。Ken Channel，老垦台不时会，哎，他平常都在播歌，然后今天晚上是9点要放歌，对不对？我没记错的话，今天晚上，对，9点会热身，9点半开始放台湾嘻哈与 R&B，对，所以今天晚上9点半可以去看一下老垦台，放歌专台，优质频道。
认真晚安。今天合成器吗？对。我想试着做温暖一点的东西。嘿，小娟，晚安。目前还在架构阶段，所以可以边架构边聊天。大家这3天有去哪里玩吗？因为合成器手就是不断的跟线打交道，有够多事。哎，利特，晚安，都在家耍废，哎，跟我一样。几分晚安。那必须要卷线器还是什么整理线材的？外国有在卖那种很像就是梳子的那一种挂线的，可是他那好像要钉在板子上或墙壁上。哦，好，MB 走，拜拜。他就需要，他有点像是把线垂着这样放，然后挂在一个像梳子，然后有一个就是像梳头的那种这样。这样把你夹着的东西，然后你要拿的话就抽。你买了麦当劳的雪糕来吃？什么？什么？你为什么要在街堂的人面前讲这些？荣白，你是什么意思？芊芊，晚安。我还在戒糖呢，戒糖第5天。Hello, League, 晚安。MCD, Choco Top。啊，没有啦，你可以讲了，开玩笑的。我只是在闹你而已啦，没关系。戒糖以后要来玩雪花冰之类的吗？你说雪府吗？该不会又要雪府了？草莓口味好棒哦！化工口味，嘿，工友晚安。戒完之后也变冷了吧？对啊，我戒完应该就是11月的事情。要雪你也只能看。深色情晚安，这是新的情吗？算吧。现在就很冷，你们会觉得最近很冷吗？我其实还好，我觉得这2天其实还有没有很冷呢、啊？你们觉得很冷吗？紫米红豆汤之类的热甜汤，热甜汤也不是不行。可是我很少吃甜汤类的东西，因为感觉甜汤类的东西很容易吃太饱。
今天走在外面突然变冷，没错，因为今天还下雨。哎，今天有下雨吧？觉得只是凉凉的。巴塔在台北吗？南部应该还蛮热的吧？哎，冒泡晚安。突然降下来会感受会比较强烈，对吗？现在可以吃蜂蜜吗？蜂蜜，单纯的蜂蜜吗？今天的温度算是降到觉得刚好，我觉得还没有很冷啊，就是跟前面比起来，当然温差很大。蜂蜜不算糖，是没错啦，可是也不会直接吃蜂蜜吧？可以吃啊，可以吃。哦，你台中，台中应该还没那么冷。好了，现在要把自己变得跟任任一样甜。讲到甜，我就想到某一个人。茉莉海豚茶，晚安。今天的温度，我觉得我也是觉得刚好诶，30度真的太热了。对不起，我杀错洞了。嘿 信仰晚安。对，插错洞。
我要录东西进去咯。嘿、hey, 雪树晚安。啊，男人都会犯的错。有地震吗？我没感觉，糟了。有吗？啊？真假的？台北有吗？我完全没感觉。他说的动地震，最好是了。哎，乖乖晚安。台中有感 KP， 我怎么没感觉？对不起哦，年纪大了。他说动就可以立正的话，那也太好操控了吧。哎，电电晚安，僵尸晚安，我都没有感觉到地震，是正常的吗？我在台北没感觉。天平你怎么没感觉？我
大。哎，开闸播啦，晚安，欢迎光临。对啊，我刚好在擦东西吧，而且我坐的是旋转椅，所以可能更没感觉。哎、欸，莱特，晚安。莱特，晚安。
哇，半小时就这样过去了。有人好奇这些东西是怎么做的吗？喜欢今天的 BB Bobo 哦，真的吗？为什么？
嘿，利米兹，宝可梦 KB 版本，不知道宝可梦里面有鹿的怪吗？有鹿，有偏鹿像鹿的宝可梦吗？应该有吧，不会没有吧？金角鹿，哦，泽尔尼艾斯，哦，神兽吗？这么帅。萌芽鹿，哦，萌芽鹿好像有听过，因为在那个 Pokemon Go 的时候，我一开始初期有玩一下下，可是因为后面就比较忙，就没时间玩。哦，原来那个时候 Pokemon Go 应该就有萌芽鹿吧？那个时候有翻一下 Pokemon 图鉴，好像有看过它。应该不是初期出的。
哎，董源，晚安。钻进 KB 外套里。萌芽落图鉴编号56586，哇，这么厉害！哎，老师好，是晚安。等一下哦，按错东西。来做个实验。Thank you.
吓到了，说了。龙白很容易吓到。
哎、欸，阿顿，拜拜。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刚才忘了看到。Sorry，阿顿，拜拜。嘿，瑞星，晚安，晚安。182。
换场，大家有什么想要听的氛围的东西吗？可以给我一个情绪或者是气氛的关键字。喝个水。国庆感，嘿嘿 ，Suki， 晚安。您是来拆台的吗？国庆感也太难了吧！麻吉猫晚安。武侠飞剑，武侠飞剑。好，等一下，就这两个。等一下，国庆感，武侠飞剑，各做半小时试试看。国庆感是什么东西？好好好，我试试看，我试试看，我试试看。先从鼓开始吧。国庆感就是，反正就是庆典嘛。庆典，庆典。先把鼓做出来。我想说，用小鼓好了。为什么那个 reverb 这么大？今天各种东西都有国庆滤镜，国庆滤镜是什么？
Independence filter。啊，我先把 pattern 删掉，等我一下。好，先来鼓试试看。电音国歌，嗯，没录到，可恶！重录。啊哈哈！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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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！去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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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感谢极客盖瑞的订阅，谢谢。晚安，晚安。迪迪熊晚安。慌乱的 KB。下录个东西。试试看。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，要录个东西。
好，试试看。
嘿，大家晚安。乐乐兔晚安，晚了一天，我生日快乐吗？哦，达达生日快乐，虽然是昨天的事情。哎，波小小晚安。提早一天要生日快乐，欸，新阳明天生日吗？新阳明天生日快乐，冰糖方块晚安，加了蜂蜜的无糖奶绿，哇，很会哦，谢谢林斯，
耶、yeah ！感谢佩妮尔的救团，太太辛苦了。感谢感谢，顺便来看一看佩妮尔之前在干嘛。好大的贝贝。原本以为可以听很多的，对，想听更多吗？贝贝有上传完整的录音档，贝贝要不要贴一下网址？你要不要把那个之前丢到 YouTube 那个网址再丢一次？嘿，三奈来晚安。对，然后我们现在要接下来要做那个做那一个点的那个武侠。刚刚那首哦，好诶，谢谢贝贝。贝利尔的频道就是不断的唱歌，看许多的马音。大家有空可以去他的频道看一下。哎，小狼雪，欢迎光临。对，他最近在测试 VR 实况，测试顺利吗？感觉好像蛮有门槛。欸，刚才立哥说要哪一个？武侠飞剑。哦，今天下午好像还可以。好喂。欸，感谢布林克寇佛的追随。武侠。先把全部都删掉。我想看。飞剑影片，诶，感谢山赖兰的追随。香港的飞剑影片是哪一个？先弄鼓。
我也不晓得，我就依我刻板的印象来做做看。Hello, Higashi Yuki，欢迎光临。有对到吗？等一下哦，演出了啊！哦，刚才有演，哦，对，我都忘记。
录一个。等一下哦，有点，我想想，等一下，先录哦。目标变成怎样？嘿，安普晚安，小陈晚安，鬼皮晚安。
我想哦。这样会合吗？啊，反正听听看就知道了。这 RPG 应该是因为这个吧，这个东西。不过小李飞刀到底是什么？完全没有看过飞刀，所以中国和日本都有五声音阶。
循环用的武器。哦。妙妙的，这还可以吗？威力晚安。
我做个实验。不太成功，嘿，旭，晚安。啊，等一下。好。好像很多人去日本哦，对啊，最近都开放了。Thank you.
有点碰到瓶颈的感觉。我需要鼓组。哎，已经10点了。不知不觉，咪，天哪！不知不觉就10点了。既然今天有两个人生日，就来做一下生日快乐当 ending。应该不是今天，是昨天跟明天。三拍要怎么做啊？等一下。等一下，我想办法做出来。不行，好像这样不够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唉。听了我就是今天重生的人了。我想想看哦，还是不够啊，不行啊，可恶！可恶！
在干嘛？我在干嘛？等一下，不行，等我，我一定要做出来。等一下哦，
好难哦。
生日快乐，好长，太长了，哎，好啦，我们要收台喽。哇，今天做了好久，感谢各位来，我们要准备就团喽。晚安，晚安。我们就团给谁好？哎，空空有在开耶，要开很久了吗？哇，空空在玩空洞骑士。好啊，那就交给空空好了。晚安，晚安，大家晚安。谢谢大家来听。希望今天做的不会太无聊。好，雷猫晚安，公友晚安，电电晚安，龙白晚安，战鹿晚安，赛巴晚安，李子鼠晚安，水野青菜晚安，莱特晚安，甘城晚安，Pesky 晚安，对，谢样晚安，生日快乐，小胖憨晚安，乐山晚安，茉莉海豚草晚安，大凯晚安，Episode 晚安，认真晚安。芊芊晚安，勋晚安，鲁斯克晚安，还有谁吗？还有谁？还有谁？啊，达达晚安，不知道还没有在听。迟来的生日快乐！哎，立个晚安。那我们就就团给空空，谢谢大家，礼拜三再见啦。吉他右上晚安。就团喽，三。